把那个包来钱，有钱要包来钱。还有十几万啊？十几万，十几万，不止啊，不止万啊！一百来只，包，再有点一百。我这来，三百两来，来，讲完多少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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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开工厂。来，我这来三百两来，三百块来，一百块有多？一百块多少钱？来，我这来。我这，我比如今天提到点东西来，我比如有有搞提到点东西啊，不？过来，过来。一百，哎，不要，来，包来，包来，包来，一百块包了，一百块包下来，包，八千，五来，来包，包不？包下来，包，买下来，包下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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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快！你快！来，放多久？如果在冷冻里面，看你要放多久就放多久啊。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。海鲜现在都急速冷冻的，他们也很怕东西坏掉。真嘢，放，包来，我包了，这是给公文啊，这水里的三两，我包住，来，拜拜，拜拜。
特里高妹早安，特里高妹早。他现在我没办法问他鲑鱼有没有小片的，因为他听不懂。你包要来在？你包我。左边有智利鲑鱼，他现在应该大片的吧？他今天应该就拿两种，就是那个很厚的，跟比较长、比较短的。挪威跟智利的都拿，他可能连拿，挪威跟智利都有拿来。你可以，你可以等下在上面再铺冰就好了，买完。那个盖起来以后，可以24小时。包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不是一块呢？多利。冰冻起来，这就几百十个哦，讲系。我订两包起来，这不是一块条？两包了。其他就是不能包坏，多了。无啦，又不能包，我直接电话打来，肯定就包坏，多坏。多利鱼就是那个自助餐的鱼排啊，多利鱼就是那个自助餐的鱼排啊，多利鱼炸的，你要说我要多利鱼煎的啊，那个自助餐不是自助餐，铁板烧的鱼排，铁板烧有没有从看到的？多利鱼100块一片的，铁板烧的100块。这个我们那边有很多铁板烧，大部铁板烧有多利鱼都是拿这些。外面讲啊，外面一片一片。拜拜。怎么来呀？那多利鱼泡面就这个价。不可能啦。你把这边乘以三，乘以四。我跟你讲，在这边、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再去逛传统市场的话，会比较痛苦。你再回去逛完传统市场的痛苦，你会觉得，因为你心里面有这个价格，你再换到一个。放下来，放下来。这个有个会有一个不好的感觉，就是好像以为大家都是卖这种。哎，你看有人哦，你看又是来啊，都大块最便宜的。好啊，啊，看我用啊，叫你来讲啊，搞我们弄这个，这个没有动，用这个包用这个，叫我去买点菜，包这个等零八三包起来，买起来，一包了，我得一包了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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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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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七条八万了，要不然打第四条，打八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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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八五。来，这不一样，来，这人，你好，我呀。哦。来。小泰国香。哦，这样。啊，对啊，这样还是还。还带一些。拢不会上去对吧？拢不会，全部都这样 ，OK。我骂你。老板，你开。来，你吃，就这么来，吃。够不啦？吃。吃哦，吃两只吃，几只吃两只吃。哈哈哈哈哈。几只两只吃，我来。来，再来，就等我来，等我来。来，再聊，再聊。划算。哦。这个真的很贵。高船啊，别对我点，别对我点，我都要300。不可能，300买不到。这个就贵了，不贵哎，到最后下来，跑步下来，跑步下来。不要好。哎，我给你，你给老刘，你给老刘。来，我给你。三打，无解啊，无解，光这条，无解，光这条来。因为这几多鱼啊，这几条来，鱼来二十，贵来十来，200了，100了。好啊，好啊，过来啊，来啊，200，过来。对他好像太累了，他还要上班，他现在就暂停宅配哦。大家可以到社团来玩就好了，社团那个海龙网好像会上来跟大家交流。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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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天有啊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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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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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要去。太久了，太久了。